在《陈情令》中，肖战和王一博撕了一波嘎戏之后，只要是流量合作，粉丝之间互相盯着对方站住，有没有请假嘎戏已经成为了常态。鹿晗和吴磊合作的《穿越火线》自然就成了重度受灾区。前段时间有巡演爆料，吴磊在片场玩手机，从而引发了吴磊粉和鹿晗粉的第一场战争。两边互撕对方嘎戏，还晒出了两方进组之后的活动。吴磊粉表示，吴磊的活动大多都是拍戏后进行的，不会影响剧组的进度，还嘲讽鹿晗活动少是因为太糊。但现在另有网友爆料，吴磊在《穿越火线》没有杀青的时候就请假20天去录综艺《亲爱的客栈》，还爆料其又是出国捞金，又是各种活动，整个9月就没有几天待在剧组，嘎戏基本实锤。这么看来，《穿越火线》的质量着实让人堪忧啊！不知道最后效果怎么样。如果真因为主演嘎戏而抠图进行的话，那等着他们的估计又是一波潮了。